这个炸鸡腿便当哦，一个就1300卡哦，这个是两餐的量哦。啊，如果你午餐吃这个，晚餐还是继续吃的话，我把它这个叫做狩猎便当哦，狩猎型便当。狩猎型便当就吃完这一个的话呢，下午呢就要去追着老虎跑，或被老虎追着跑，跑一下午，这样才能够把这个多余的热量消耗掉的便当业者，大家一起来帮忙。那么文鼎的便当有几个特色，一个呢是五颜六色，那么蔬果的量呢也比较多哈、哦。那另外的话就是使用五谷杂粮，精米的确是升糖指数比较高哈、哦。五谷杂粮可以延缓我们这个糖分的吸收，可以让我们血糖的控制呢比较稳定哦。所以呢，用五谷杂粮非常好。所以呢。大部分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在外面选择餐盒通常会有蔬菜不足的一个问题，那所以就是说会建议如果是到那种可以自行挑菜的餐盒的话，就是尽量它的三道菜都选择是蔬菜类的，那当然就是油炸的部分就是尽量少选择这样子。